为上。对不起啊。这年轻的时候啊，都觉得自己能够拯救世界。爷爷，你在说什么？爷爷没说什么。爷爷，咱们去哪儿？天启城要杀人了，不安全。那哪儿安全？哪儿安全呀？爷爷也不知道啊。少主，我们在这儿守了多少天了？11点了。差不多父亲，儿臣使命将尽，就此拜别。生为人杰，死为鬼雄。我们来生在命间。景色好看，真好看。维护世界安宁的最高法则。当你提起屠刀的那一刻起，就该知道你们必将死于刀下。慕容就是屠宰你们的刀。发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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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件事儿吗？说。沙场对决那一刻，不要看我的眼睛，可以答应我吗？我答应过你，他日若再在战场相见，我必不看你的眼睛。对不起，疼吗？失败的味道，好臭啊！他好像一只狗啊！那就当狗养吧。慕如招此劫难，此中必有奇冤。韩川在此告诸位先祖，慕如韩江虽生性顽劣，但身体里流淌着我慕如宗血，绝对不可能逆天弑君。我慕如韩川在此向先祖立誓，无论境遇如何，必守住慕如血脉。
只等陈岩昭雪用敌人的血擦亮我紫麒麟族徽，拜先祖，叩！ 朝中欺我慕容，大将军不在，我们绝不认罪。封闭府门，大将军一日不归，我们就寸步不让。三百年的兄弟承诺，三百年的辉煌世家，却终究零落成泥，任人踩踏。 究竟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呢？韩宁让人堕落，只要活着，我们就该永远在不安中奔跑，奔跑创造力量。这是虚神的旨意，是我们生而为人来到这世间唯一的使命。 穆浩，穆如家的人。 拿下！诺！生殿下，哀家来看你来了。
在说话。母后。他在说什么？请陛下赦了小姐的罪，皇后一生心里敬爱陛下，陛下若是因为他敬您爱您就轻贱了他，那皇后不是太可怜了吗？你跟了他那么久，难道不知道他的可恨之处吗？我家小姐就是一个心里孤单寂寞的女人，有些不高兴自然要发出来，但是罪不至夏天牢，求陛下赦了皇后的罪，让她跟亲生儿子见面。退下吧。陛下，退下！陛下，小姐真的无罪。那是你太天真，他的罪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陛下，他杀了银荣，朕永远不会宽恕他。你。小姐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，不懂得珍惜就去死。是你，原来是你，世君。殿下说什么？是慕如寒江世君。是阿山。我家小姐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，不懂得珍惜就去死。他性命才能洗清你的罪名的。不需要，寒江的罪没人能洗清。你是谁？是我，又见面了。你是慕云德的老师？对，但是不全对。
再看，现在我又是谁？我请出这把月影噬魂，这里头封印了无数九州帝王的灵魂，用来杀你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拿剑吧，我的陛下。是你，都是你。你为何要杀我父皇？叛熙在哪里？叛熙是不是还活着？时候没到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你给我出来！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我要你，我要让你变得更好。只有你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你才能变得完美。完美。这儿有两份诏书，第一份是宣布慕如寒江有弑君之罪的诏书，上面写着慕如九族皆有罪，灭门一族，自此后慕云与慕如两姓300年来信义盟约崩坏，九州大地再无慕如。这是给父皇一个交代。慕云生，你还是签了吧。不要钱！他们现在既看不到你，也听不到你。没关系，我是太子，我签的我还可以改。未来江山都是我的。我有能力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你现在想保护谁都来不及了，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因为天下已经不是你的了。这第二份就是你的罪己诏，说慕云和慕如先祖平坐江山的盟约
本是端朝伟业之根基，现在毁在你自己手中，既令慕云皇族背上违约之罪，也令慕如氏为打下江山抛却性命的万千英豪全下伤心。所以慕云生自废出去，令宗族家法，这是给天下一个交代。慕云生，慕云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是不是伤了你父亲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醒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弑君，我是不是还连累了你？慕云生。铁庆，你的朋友好像不太高兴，别人敬的酒是不是也该分他一些？我们赢了吧？赢了。慕如铁骑输了吧？是。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从14岁开始做的梦成真了。不是梦，是梦想。我们打了胜仗，你有什么还不高兴？不如说还没长大。慕如硕的盔甲已经在我身上了，他的军队已经完了，他的姓氏、荣耀、脸面都掉在了地上，他已经完了，不是吗？主君，我们打败的还远不是汉州所有的慕如铁骑，我们只不过杀了1000人，而已。我们打了胜仗，我们应该干什么？如果我们真的打了胜仗，
我该过海打天旗。我的铁肚！啊，我聪明的铁肚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只会让你哥哥的高兴更高兴。我给你找到了船。你给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给你找到了船。船，我亲爱的铁朵。你的船不是给我的吗？酒，然后出发，打下天启城。我们有人要成为新的九州王了。对，有人要成为新的九州王了。收好。什么？你先收下。哥，男人不收女人送的礼物，是不是在羞辱这个女人？那男人要是收了女人送的礼物，过后又退回来了，是不是也在羞辱这个女人？是。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？那是索达部、龙格部、苦素部三大部落的主君印信。有了他们，再加上朔风部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有着和我哥哥一样多的部众。浩然天朵，你就是四大部落的主君。你在帮谁？你伤了你哥哥的心。我的哥哥早就知道我要帮朔风和叶成为天下王。该高兴的时候高兴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谈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喝酒！说好来，你把那条狗给我拖进来，我想玩玩，让大家高兴高兴。好。不用说什么。不用说什么。我的铁朵任性，我知道。阿爸走之前叫我照顾他，我就照顾他。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开门。公主若是能活着，记得告诉天下人，母如没有退，母如没有退。等等，母如没有退。
莫如家的大公子，怎么能在参加宴会的时候穿得如此的寒酸？莫如，对吧？莫如，哎呀，对。